我觉得食安的话，就是我们的食品供应商啊，或者是餐厅都可以自主的去揭露自己所餐厅所供应的食材，然后让消费者可以有知的权利，让他们在公开的网站啊，或者是在店里面都可以查询得到他们食材的检验报告啊，或是食材的来向。其实消费啊，每一个民众的消费，每一笔消费都是在改变世界，所以呢，我们民众可以借由每一笔像是食物的消费啊，或是对于餐点的消费，都可以更注重那个餐点背后的故事或是履历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就可以让更多的业者也更重视这部分。